我们超级伟是通缉的。我通缉，真的假的？通缉男骂五字经讨债，还拦警车自投罗网。大年初二晚上，台中市原警在北区太原六街巡逻时，被一名丁姓男子拦车申冤，希望警察大人为他主持公道。我问你说，你跟他是什么事？他欠我钱不还我。不是民事的告他，民事的啊，你去法院按理申告啊。麻烦了。啊，你有没有利用这样子强迫人家？你这样哄他就会还你吗？你这样说，人家睡觉你要还他别人的，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？听了原警劝说，丁姓男子怒气还是无法平息，对着有人家骂五字经。小林杯，永林杯。小声一点啦！操你！面对丁姓男子不断吼叫行为，原警要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强制带回派出所冷静，没想到一查身份。毁损的有啊？张伟，毁损的，早就撤销了。你要先不能派出所了。傻眼的丁姓男子要债不成，只好在大年初二到派出所过一晚免钱住宿。我通缉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地方中心台中报道。